六号深夜，这一阵震回许多花莲居民家园，一人不舍，纷纷伸出援手。天团五月天在脸书po文，心系花莲，愿花莲平安，捐了500万，并附上花莲县社会救助金专户，希望大家一起尽心力帮助受灾户。而此时感触最深的莫过于同为花莲人的萧敬腾了。他说地震当时正在开车，还以为是车子坏了，后来知道家乡传出灾情，立即尽份心力，就决定要以俱乐部的名义来做这件事情。第一时间一样是来自花莲，拥有大批铁粉的陈昭荣，震后也在粉丝专页为花莲祈福，并捐赠生活用品、救助金等共200万。是你或许就先走。心系灾民的还有阿妹，她说看到灾情实在不能不做什么，也捐了200万。志玲姐姐爱心不落人后，同样抛砖引玉捐出200万。这一刻大家有着同样的心愿，希望被摧毁的家园早日恢复正常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